职业呢，可以永远站在我们同业的最顶端、最前线。没错，能够在今年的时候呢，一鸣惊人啊，然后呢，创更好的佳绩。对，我们业绩长虹啊！没错，所以就带来这一首《Top of the World》的一首夕阳老歌来分享给大家，谢谢。